戴口罩啊，我就戴口罩。看了看，跟以前不太一样。最好是，还是一样短裤。对啊，还是一样。对啊，短裤。我去韩国哎、欸，你们知道吗？韩国，而且凯凯变壮啊，超酷炫的，是吗？还是你晒黑了？对，还是你晒黑啊？有没有吧？你有黑？有看你那个腿，比较黑一点。没有啊。我看你去韩国，没有你们这么推。是什么时候去韩国？就我生日之后，我就去韩国了。看照片，没有酷炫，谁扣的？对啊。哎、欸，这个询问度很高。我去国外，然后我就这样走，然后就会有人就说：“哎、欸，那很酷。”然后或者是：“哎、欸，这个超酷。”那他，我看，我看，扣哪里啊？你没有？里面有个磁铁。对啊。不会不舒服。不会啊。